一朵朵粉色樱花绽放枝头，这里是位在台东南回太麻里乡金针山上。二月份正处于樱花开花季节，吸引不少民众上山赏花，沉浸在赏花步道里，美不胜收。很漂亮啊，就开的蛮多的，而且我们刚刚有下去那个，它有一个步道可以走，那里的樱花也是开得很漂亮，觉得很美，很好拍照。另外一地再往南一点的大武乡三珠窟，不只是赏美景点，樱花也逐渐冒出头，白色野山樱在翠绿山野中显得格外耀眼。这里的环境算很清幽，对，然后蛮适合出来走一走的，很特别啊，没想到说我们这边居然会有樱花。在每年的元旦前后，会盛开一群梅花，那大概落在二月三月的时候，就换我们这里的樱花盛开了。南新村长表示，近几年山珠窟地区积极发展观光休闲农业，冬天到春天可以赏梅赏樱，夏季有萤火虫野百合，秋天又有满山遍野的枫叶，一年四季都能享受观赏到不同的体验。原视新闻吴举，台东太麻里大武采访报道。